只啊？一块钱一只。一块钱一只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华，我现在在后湖。今天我们去吃个稀奇玩意儿，烤鸽子。说这鸽子还打针，这鸽打完针还能吃了吗？走，我们去看看。老爷子，你吃没吃过这个打针的鸽子？我没有吃过。一听都害怕是吧？啊，一听都害怕，对对对对。来看我们家鸽子是活的啊，烤鸽子、酱鸽子都有啊。全武汉第一家烤鸽子。老板娘，这是干嘛的？茅台酒啊。茅台酒，这茅台酒干嘛用的呀？去腥啊。哇，做鸽子也用茅台酒做？对啊，高单的食材就用高单的产品去制作啊。哦，老板娘，这是打的什么东西啊？是酱料，给鸽子打针。我真的没见过啊，这是鸽子打针的。我们家秘制配方。这鸽子打完顿时就胖了，这是几十种中草药熬制而成的秘制酱料水。打这个料水是起什么作用的呀？增香去腥。上次来的时候羊肉西施是您吧？对呀、啊。这为什么变鸽子西施了？冬天是羊肉西施，夏天是鸽子西施，还有烧烤西施，我要把武汉西施全沾遍。哇，这么自信？对。都用锡纸包上是吧？把那些营养价值锁在里面。这锡纸包是让它锁住水分吗？对，锁住水分，让油营养不流失。哇，这用炭把它埋起来是吧？对。老板娘，咱这个鸽子真的是一块钱一只吗？对呀、啊，是我们家套餐才可以享受这个优惠哦。Later。哎，这是烤了多长时间的？这是烤了有半个多小时。哦，本来这拿着还要烤吗？对，还要重新再烤一下。哎，这个闻着很香嘞。这个营养价值都包在里面了嘛？先烧后烤，两种结合。这来，全香宴来了。哇，这么大一份，啊、这多少钱？别人家都是299，我们家是268，还送四个凉菜，六斤虾。六斤虾，四个凉菜。对。看划不划得来啊？我没点酒啊。前十桌吃这个套餐还送一件啤酒。哇，送这么啤酒？对啊，加一块钱还送一只烤鸽子，你说划不划算？烤鸽子，终于吃上了，漂亮啊，红彤彤的，看这鸽子，外边干香的，哇，都能撕出丝儿啊！在武汉我还第一次吃烤鸽子，尝尝，嗯，全是瘦肉啊，鸽子就是好吃，绝对比鸡好吃。一鸽胜九鸡啊，这一只鸽子顶九只鸡，什么概念啊？你看，刚才看着打的针的时候打的全是汁水啊，烤完了全烤干了，这干一香型的，这鸽子还是挺大的，确实很入味啊。以为是那个鲜嫩多汁呢，但一吃是干香的，咸咸口的。一只活鸽子做完了，这么快能把味入进去，还挺厉害的。主要是靠那个打那一针，料打进这里边来了，所以吃的好吃。这种烹调方法我第一次见呢。打那个料的时候，还里边还加了茅台酒。但是已经吃不出茅台味了，绝对不酒驾啊，放心吃，没毛病。